我们被一个人打败了，就是庾澄希。两个呢，过去都是篮球的天赋。高中的盖木票，就把节奏慢下来，外线的出手，全明星球门守护神小豹夺 MVP， 庾澄希是世纪里面真的是最强。本周全明星红队在男子三对三篮球以26-19射爆蓝队，其中庾澄希中途鼻梁被撞到见红，但是啊满血复活的他靠着超鬼外线一个人就狂砍24分。两个呢过去都是篮球，是高中的盖木票，把节奏慢下来，外线的出手，是很好的机会。现在呢我们要请医护组来到我们的场上哦，可以吗？鼻梁是。直接啦，杀到篮下，不管前面有多少重兵防守啊，20-16，这一条龙了，自己抢篮板，自己回场，自己进攻啊！哇，地板动作了，这一球变成了庾澄希他的大腿，好像压到了涂善存的后脑勺。哇，这一下也是有点过界，礼尚往来的感觉。没关系，大家一笑泯恩仇啦，场上的事情场上解决了。庾澄希变已经个人拿24分，这可能比打一场正式的5对5比赛打完都不一定可以得到24分。只要我一个 move。 多的场面就被我hold住。桌球项目转到第三点混双，两方平分再平分，总共68次才分出胜负。要进入到第五十了，继续第五十，12-12，3-13，14-14，哇，奇迹！哇！哇！ 19-17，拿下了混双的胜利，在3战2胜出的比赛，蓝队是2-1取得了桌球项目的胜利。至于雪马足球，红蓝两队同样转到第三局的黄金进球之，前跟黄队的比赛并没有出赛，又是正向守门员的实力，Nice play， 哇！又再一次的nice play，起的预备动作，哇！用力4球3中，野慈玉区，进球，自胜球。小豹叶慈玉不止身为球门守护神，7次射门5次进球，帅气拿下本周 MVP。 我想要谢谢宇飞，他的自主训练菜单是我们看到都会怕的那种，因为我有点骄傲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我是红队最强的，可到昨天我真的被他打崩了，我接不住他的球。